第十三题，这是题组。木恩也沿一直线练习骑摩托车，以向北方向为正值，其位置 S 对时间 T 的关系如右图，请回答下列13到15题。第13题，0到9秒内它改变方向几次？改变方向就是从正方向运动改成负方向运动，或者是负方向运动改成正方向运动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改变了一次，它折返了，这边又改变了一次，从往负方向变成往正方向，这边又改变了一次，也是折返了，从正方向改成负方向。所以呢，它总共改变了三次。所以第13题我们说它改变方向几次，我们答案呢选择是 A 三次。